keadaan kanak-kanak. Hubungi 15999.双溪大年开埠百年，从当年一片荒野土地到今天的繁荣盛况，全靠这些南渡而来的先贤们一手一脚建立起自己的家园，而老街场就是当地华人先贤最早的落脚之处。老街场也被当地的华人称为老不干，只要越过这条火车轨道，就是一条长达两三公里的老街场了。街道的两旁参差着一些古老和新式的店屋，而面积不大的马路却因着街道上的人潮和车龙更显得窄小。当我了解我知道懂事的时候呢，我家就住在前面，就明白了。我们家的对面就是这边，就是一片的那个橡胶园。今年72岁的方秀坤在老街场土生土长。他说，在19世纪末，老街场只是一个朴素的农业地区，在这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种植了橡胶和椰子。当时南下谋生的华人先贤们都是依靠农作业为生。这个园里面呢、都是全部可以说，有90%了，90多%都是华人的。然后这条路呢，就以前呢都是一片的红泥路了，所以有人叫它做昂陀罗。方秀坤表示，当年老街场的商业中心只有9间店，而这些店都是售卖着人们所需的日常用品。目前这9间店的店屋依然保存着。因为这边呢都是一些商店的华人商店嘛，包括那高景点也都是华人的。那么高景点的对面呢，在大概64年前呢，非常大火烧毁了，现在才另外建的那些。拿督许庆荣是双溪大年华团的主席。年轻时的他为了生活，曾在老街场工作谋生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对于这一条老街，他依旧存留着深厚的感情。10多岁就出来老双溪大年打工，老街场那就是生意啊，在那边呢都做批发商。很多了，都是华人做的，多数也是潮州人做的。到后来，林元珍老先生发展这个新街场了啊，才那边称就是叫老街场了，叫惯了，要不然就是叫双溪大年包了吗？根据当地人的口述，老街场的居民大多都是以潮州人为主。那时因为潮籍先民林连登老先生南下谋生时，引渡了许多潮籍的同乡。而双溪大年主要是从事研究业，那么研究业你需要大量的人工，那么最多的人工去哪里找呢？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回乡下找那些乡里啦，找那些同乡的朋友过来。所以他们当初最先达来到这里的，我非常相信也非常确认的应该是潮州人。那么潮州人来之后，他们来到这里之后，因为在商业上的需要，因为在研究业的需要，在那个对工人方面的需要，他们就回到乡下，回到中国地区乡下去找了大量的同乡，移居到这个地方来。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，但是先贤们留下的一景一物都可以成为后人们的历史见证。而坐落在老街场的福德祠大伯公庙就是历史见证的痕迹，就是我们的双溪大年福德祠这些庙。那么根据我们庙的庙上面的这个牌匾呢，它是成立这个庙的日期呢是标志于光绪丙午年。那么由那个时年代推算回来呢，到今年其实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了。那么由此而推论，就是说我们双溪大年，包括我们最早成立的这个市区，就是老街场呢，它最少有106年的历史了。这个悬挂在庙内正上方的木质牌匾，手工精雕细缕，中间刻有“同沾沃泽”4个七金大字，是为赞颂大伯公的神威福德、厚恩庇佑、惠及全民之意。福德祠是早年先贤南来之际而设立的第一间庙宇。
华人先贤来到这个地方之后，他们第一个他们要克服的就是三餐温饱的问题。那么第二，当他们克服了温饱，他们需要一种心灵上的一个祭拜的地方，那么他们一般上就会先建庙，或者成立一些的宗祠血缘性的组织或是地缘性的组织。那么之后当他们觉得生活安定了，他们就想到会把他们的家人、他们的太太、父母亲、孩子把他们带到这海外来。那么孩子当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，他们接下来他们需要想到就是克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。而这一点跟我们双溪大女的新民中学成立1912年也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的。所以这个双溪大女的庙肯定早已新民学校的成立时间，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庙也应该是标志着最初我们的先贤、我们的祖先他到双溪大女来这边开垦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见证的地方。福德祠的主席马松兴表示，当初先贤们设立这间庙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在宗教上有所寄托，而其背后更带着先贤们想要在当地扎根的含义。这个庙它同时也是一个代表我们先贤对这个国家、对这个土地的一种认同感的一个宣言地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，我们到国外去求学，我们到国外去工作，如果你在那边求学3年5年，我们不会到那个地方去成立一个庙，去那个地方去建一个庙。当我们在一个地方建个庙的时候，我们标志着我们觉得我们要在那个地方立住，我们在那个地方生根，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发展，我们要在那个地方繁殖。所以他成立庙对我们的华语先贤其实是个爱国的表现，其实是一对一个国家的认同感，对这片土地的一个认同感。因着地理环境的优势，加上交通便利，使到老街场受到许多发展商的青睐，渐渐的工商业发达，人口剧增，变成一个热闹繁华的商业地。但是坐落在老街场一角的福德祠依旧深受当地华人信徒的拥护。到今天为止，双溪大女福德祠它还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间庙宇。这可以从每个初一十五它的香火，从年除夕它的香火可以看得出，对双溪大女的人来说，不管其他的组织发展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了，这间还是他们心目中地方上的最主要的一尊神明。双溪大年开埠百年，老街场可以说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席。尽管没有新街场的完善设备，但是在当地华人的心中，老街场的地位依旧是无法取代的。双溪大年老街场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镇，在整个双溪大年，包括在每个黄昏晚上，你可以看到好多汽车，那么他们的交通非常拥挤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主要它这边现在双溪大年老街场它还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饮食中心，每个人晚上会跑到老街场来吃一些东西，那么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用品的销售地点。那么甚至于很多印度人现在涌进了老街场之后，他们也是一个文化一个种族的交融点。所以双溪大年它发展到108年之后的今天，还是可以看到它的蓬勃生机的。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，老街场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退化，反而逐渐摆脱老形象来迎合社会的发展。如今一座又一座的商业中心、燕屋及银行等纷纷在老街场落脚，促使今天的老街场不但是一个经济发展中枢，更是整个双溪大年的经济成长重点。老街场不但见证了双溪大年的发展，更让时代和历史一起并存下去。前线视窗采访报道。